呢，台中大千电台 Super 99.1的主持人，我叫做李欧，来点掌声好不好？哎。也希望大家团团圆圆，在今天的情人节祝福大家天下都是有情人，而且我们当我们心中有爱，我们身边也都是有情人。元宵快乐，情人节快乐。啊，我台语界林志颖，阿丽嘞。我讲的嘛是台语界林志颖。哦。